这我给我们家安打卡点心。对啊，我凭本事长的肉，对不对？我200斤怎么拉？我200斤怎么拉？大家都是100多斤，真的一点都不酷。我宁愿胖的特别，也不要瘦的雷同。改期怎么改？直接刷礼物就可以了。那个念你直接刷礼物就可以了。2组188可以改普通字体，3组188可以改双字体。现在头像也改不了吗？对的呢。现在好像是说那个 YY 后台系统维护吧，好像是说，要到20多号才能改。我要的幸福，挥霍过青春，还有眼泪的温度。我还想改头像呢，那你可能得熬一熬了，对。每一段付出不一定都快乐结束，我要的幸福。那个我看一下，是那个念你宝宝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要那个改字的话直接刷礼物就可以了。就是说2组188呢可以改普通字体，3组188可以改数字体。来，谢谢念你，来谢谢你的那个2组188，谢谢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凭本事吃的肉都是我一口一口吃上去的，为什么要减肥？好气啊。我们家2组188呢是那个普通字散沙，对，3组188的话是七彩毛笔字这样子的。的唱歌，唱关于自己的歌。要改的字发给谁？你去加一下我们家那个默默的好友，对，加一下默默的好友，认准我们家默默的微信号53002926。那我们家那个 VP 场控接待什么的都是不会主动加任何人的。那如果说有人加你，给你说什么转账的事情，千万不要相信啊。那还有想那个改字的宝宝们抓紧时间了哈。那主播当家花这幅长辫子的美女图呢是可以改字加字的，2组188呢是可以改普通字体，3组188呢可以改七彩字、艺术字、彩色字体，对啊。哎，有想点花的宝宝呢可以加一下那个8号麦序 VP 默默的好友哈。那我们这边的一组五人起步呢可以花那个单杀，2组50起步可以花彩杀。真是杀坏的话，一个人单杀是2组50，彩杀的话是4组50。怎么啦七七？不要哭呀，你咋哭的呢？你不要哭，你平时损我损习惯了，你一哭有点慌啊，你不要哭呀。真的平时被你们黑习惯了，一下哭我有点慌。哎，我想卡完的宝宝呢是一组1314呢可以改，可以改一个永久黄吧。